MIUA 成员姜涛同埋 Anson Con 出席新店开幕，吸引咗过百镜粉逼爆店铺，场面虚撼。讲到姜涛喺十大中文金曲夺最有前途新人金奖，以及 MIUA 同夺银奖，二人就好开心获港台肯定。姜涛就坦言起初都唔知道系金奖，认为去年嘅成绩已经超出预期啊。问到姜涛点样庆祝，佢就话庆祝又点啊？点庆祝啊？姜涛呢啲时候梗系问翻你啦。我唔要食嗰啲啊，好嘢！有人玩請食嘢，好嘢。有個網絡統計話，你今年賺咗好多錢，阿瓊姐。哇！我信㗎呢啲網絡統計，我信㗎。我諗我阿媽清楚啲嘅，因為所有嗰啲收入啊，其實都係阿媽保管嘅。所以佢哋有時即係叫我請食飯嗰啲咧，我係要問阿媽搦錢。咁我哋要睇嚟要問你媽媽攞電話先喎。所以我不可以跟阿媽嗌交，如果嗌交就資金就會斷了，你全數給媽媽，真的全都是的，我都是全數給媽媽的，我都是全數給媽媽的。那你每個月有多少錢？會自己留一點點的。你每個月有多少錢？每個月不定的，看她心情。哇，真的看她心情。突然間好像很艱難的，很艱難，我都說。但你今天都是請吃飯，我問阿媽先。